接着开始颠簸料理了，好像有成功哎，有呢，哇！现在正是西瓜的采收期，咖喱糕农作物有下一家有时耶，太甜太香太好吃，你们知道吗？西瓜除了好吃，还可以做农村料理哦。这就是我们单位西瓜农村料理的配料，有鸡、有米、有排骨，最后还有我们吃剩下的西瓜皮。叮，这就是呢我们吃完的西瓜壳做成的哦。把水加到西瓜瓮里面，再放入米，西瓜瓮里面放水，放入排骨，我们的精华西瓜皮，最后将鸡放到西瓜瓮里面，接着开始颠簸料理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最特别的西瓜瓮农村料理。小编很紧张吗？紧张啊！我帮你处理一下哈。啊，帮我看一下。如果失败的话，要戴西瓜帽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看一下，哇！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鸡，哇，我看有没有成功啊，哇，好像有成功哎，有呢，哇，有哎，哇，有香有香，有香吗？有香哎，我拔一下，哇，手扒鸡吗？哇，有哎，哇，我吃一口看看，我看啊。我要吃，除了那个鸡的鲜甜，还带一点西瓜味，好特别啊！好想吃，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看看饭，其实应该会成功，就是我们自己聊天聊太久，好过手，当胡鸡啊！不过鸡真的有成功，对不对？有，很赞呢。开动喽！哇，老婆， yeah. 好像少一个人哎。对啊，不敢进来。小编进来，进来，哎、进来。不好意思，谁叫你哦？乱煮料理，浪费粮食。好，但是这个、哦、大家看，哇，这个西瓜瓮烤鸡成功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。开动了！呼！哇，扒鸡腿，真的超好吃！哇！哎，烫的嘞！哇！哎，你看，哇！哎，好嫩哦！扒鸡！哇！哎，这个皮，哇！手扒鸡，好吃哈！哎呦，这是鸡胸。吃完鸡肉之后啊，其实还再来一个，哇！老婆，这是什么？西瓜水果沙拉，哇，幸福呢，耶、我容易吗我？香太散了，就对了。扫描 QR Code，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风传媒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一起来跟风，开起来。